003出任中市副市长，澄清未涉 ETCB 案。行动是否即刻启动？台中市准市长林佳龙耗时一个多星期，终于在昨天上午带着新任小内阁和大家见面了。选民给我的授权很清楚，就是要超越党派还有一些利害关系的考量。台中市游览转绿，一级主管通通撤换，一个都不留。其中副市长更找来前交通部长003担任。台中的市民认为台中的交通建设还有50.7%的建设的空间。003出任台中副市长职务，以改善台中交通为目标，但让人质疑的是，在他担任部长期间，疑似卷入 ETCB 案。ETC 案我没事，我没有被判起诉，也没有被判刑，我一直都是证人身份去到法院去应讯。林佳龙除了招揽交通、教育、工商界人才入阁，24位一级主管最受注目的还有他年仅28岁的新闻局局长卓冠廷。那未来我们会就是努力的跟整个市府团队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 team， 那希望能够达成行动市府这样的一个目标。董新闻台中报道。